就係最值㗎。係啊，冇得再值㗎啦，值到冇得再值㗎啦。咁你平時咁樣行啊，之後掃地啊，其實都幾吃力嘅，你覺得唔係好辛苦？好 relax 咁可以，好輕鬆啊！呢度係點解會咁噶？佢摩擦到啲皮會咩嘛？會甩噶嘛？痛唔痛噶？你冇整佢咪唔痛咯？但係你整佢就會痛噶咯喎。嗯，痛少少咯。他從未感受過用雙腳走路的滋味。洪祖文，一個每天靠爬行料理生活起居的孩子。一个每天脸上都挂着笑容的孩子，依家希望就系自己可以有能力过日子啫，我冇咩苛求咗咯。15岁的洪祖文和堂妹弟弟阿嬷相依为命。阿嬷失业2个月了，洪祖文辍学在家。他每天跪在窗口旁，望向远方的学校屋顶发呆。阿妹有一日去，佢就知道老师嚟咯，佢校长嚟咯，佢就问我咯，啊做咩？你话细佬哥，两个月你冇俾翻学，我讲我唔俾翻学，我讲我有个困难啊。经过学校的穿针引线，慈济人很快来到洪祖文家做家访。他们要特制的。因为家贫，没有能力购买一双马币200块的特制鞋，祖文每天没有穿着他那双狭小又破烂的鞋子。脚已经大咗哈，啊，好艰难脚啊！慈济职工看得心疼，即日送上一双全新又合脚的特制鞋。祖文和弟弟双双领到了慈济的新芽助学金，再加上每个月慈济资助他上学坐私家车的费用，终于让祖文圆了上学的梦。祝福你。祖文是一个勤奋又孝顺的孩子。他一回来咯，仍然好像这样咯，挤得个书包。看完報紙他就看看看看，跟着他就自己自動自覺拿東西掃、啊、掃了他就、啊、去弄那些床啊，撿下些桌子啊，這樣生了一拜他沒理會了，每天家平安。那他讀書 OK 沒有？考第三個月試管拿到獎金10元。哇，那我請你吃東西吧。你給我拿10元。他這拜考到第三，他就跟我說，我今拜我再讀好啲書，佢講睇我攞第一、第二。你要攞咁好嘅成績嚟做咩啊？咪可以出去做嘢。自己可以自力更生。嗯。環保呢，婆婆他們都來了。有一段時間，婆婆跟她弟弟妹妹呀、啊、都有來環保的。啊，我們有講要帶祖文一起來呀、啊，婆婆就講會。怕麻煩到我們師兄師姐，我們就講不會。佢一味係講今晚我早啲瞓咯，聽日我去做義工，反正我咪去咯。你做義工，你做得咩嘢啊？我咪去咯，咁樣咯。啊，今朝佢自己好早起身咯，起身就洗面啊，又剩啊，琴琴即係著衫啊，等咯。佢好早已經起身咗啦，6點幾。我得埋。開心冇你環保。開心。點解？佢學到嘢。顏色紙分顏色紙，白紙分白紙。下次仲會嚟冇啊？要。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個無數次升起又無數次破滅的夢想。慢慢，你唔需要講一日就可以行嘅，冇可能嘅。你要日日咁樣扶住，慢慢行，咁樣你就可以行到些少咯。你扶住燈行。你扶住燈，你可以行遠啲。你扶牆壁，你唔可以行咁遠嘛。你扶住凳，你可以一路咁樣往嗰個凳去啊，慢慢行。你要行少少，可以上車，可以落車，睇點樣我啊諗辦法買一個架俾你慢慢行嘅。啊，咁我咪可以帶你去咯。想過放棄冇？冇。我就係擔心咯，我乜嘢都冇擔心，我係擔心佢，係講我死咗佢點樣呢？佢能唔能夠生活呢？
如果我係一個神仙，我俾你一個願望，你會同我許咩願望？可以企得翻起身。能够站起来，这个看似简单却对洪祖文如此艰难的愿望能够实现吗？一个年轻人这样子来趴着在地上走路，我第一个印象我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没人去帮助他呢？应该可以做点事情嘛，我觉得试试看也好啊。我就把这个档案传给 Dr. Chua。 慈济仁医会蔡玉斌医师是马来西亚双威医院足踝矫形外科专家，双威大学副教授。十年来，他致力于研究足踝骨骼医疗课题，在业界是国内外的权威人士。当他了解到洪祖文的故事后，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就要给他走路，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个案已经调整成功，所以他的成功率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就叫我就跟他的 ED 说，哎，你可以不可以叫一个物理治疗师，还是有一些 rehab 的医生呢，跟他检查一下是否他的肌肉，脚部的肌肉呢是有力的。如果他的脚的肌肉是没有力的话，是站不到的话，是就算你调得好了，他也是站不起来啊。因为 Dr. Chua 我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国，很多会议他不能够参与啊，就是说不用行，我就找一个团队，我们去帮他做一个assessment， 说去诊断一下，看看他的情况如何。我也是希望他能站起来。就检查之后发觉，哎，他的脚上半部是有力的。诊断结果让蔡医师更增加了信心。手术的关键是安装骨骼固定器，一个骨骼固定器就要25000马币，以祖文的家境如何负担得起这笔昂贵的手术费？所以就去找院长谈一谈，院长说，哦 ，OK， 我们可以 waive 掉这个医院的住院费啊、手术费那些。我又去找 Dr. 王维宏，王维宏是我们双威的麻醉师，他也很爽快地说 ，OK， 我们都不 charge 那个anesthetic fee。洪祖文离梦想越来越近了。2016年12月1日。洪祖文接受手术的日子来了。还有动完手术，医生如果告诉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要记得哦，一定要照做。因为有志工柯连发像父亲一般陪伴关心着祖文。尽管蔡医生已和祖文做了足够多的心理建设，可身体所要承受的漫长的痛，还是在欣喜过后立刻如洪水般淹没了他。2个月这样，因为放射了，他慢慢的用这个来调整。所以细菌感染，你整个手术就失败了哦。慢慢调的时候没有事的，一调到最后的时候，哇，很痛，有时候痛到一两天都睡不着觉，坐着这样。为了实现梦想，为了可以站起来用双脚走路，洪祖文愿意迎接一切挑战。每天祖文的姑姑都会用手机发来调整的视频给蔡医师看，无论再晚，蔡医师都会详细查看和指导。没有胃口治疗啊，痛到只是喝水罢了。阿嬷也越来越苍老了，看着受苦的外孙子，阿嬷偷偷掉眼泪。在成功的之间呢，是要一个 teamwork， 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包括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在内。你用你的脚自己来揉它，看想，要想，哎，想一想，再想，
两天啊。经过一个半月骨骼固定器的调整，祖文先天歪曲达60度的脚踝已经矫正了过来。农历新年快到了，慈济仁医会药剂师叶淑英师姐和慈济职工来到祖文家探望他，给他加油打气。啊，对呀、啊，你就要撑下去哈、哦，对吗？就撑了，勇敢了，要走要撑回下去，撑下去、啊、撑了这么久呀。对呀、啊，我就自己要有信心。觉得很好，很好的。现在进展的都很好，现在特别早。凌晨轮啊，6点要载他去，8点之前要到医院。志工高耀文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为了载祖文去医院，他宁可放弃赚钱的生意，也要去载他。早上。好好那个医生每天都要问的，对。当然啊。今天拆了，过几天就醒眼了咯。两三天就醒眼了咯。对哦。还行。又紧又紧张。哎。下雨哦，不然等下那个脚弄到水哦，就麻烦了，因为不能弄水，是水不能是水。每一次手术都有慈济志工风雨不误的接送和陪伴，8年了，慈济志工们陪着他，鼓励着他，一步步迈向梦想之门。苏敏，拿走，拉走。哎呦，我认识祖文都5、6年了，今天看到他哦，去推他上来开刀的时候，看他脚直了，我一直都内心都很开心哦。阿嬷有糖尿病，前几天脚趾出现伤口，走路也越发蹒跚了。我哋直接去佢嘅诊所门口嘅。我两个去咯，我去睇下佢一日嘅。要给他脱皮，就这样，因为那个死皮要给他脱。啊，死皮来的，死皮，那个死皮来的啦。以前那个趴的硬，你看都开始好了哦。它自己会脱的，因为那个线是支撑这个铁的。如果那个线爆了，能不能？所以不可以抓它的，一抓它，如果爆的话就什么的。早点睡不着觉啊，很紧张。也是有想过啊，几时可以做工啊？又可以什么啊？赚钱这样子，哎。今天蔡医师要为他进行最后一次手术，经过这次手术就可以拆掉脚上的骨骼固定器，进入石膏固定阶段了。矫正手术初见成果，祖文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Love's the language of our souls. Love's held in hearts, not hands aloneLove's our small wish for you to enjoy. We wish you forever peace and joy. Love walks tall while sharing smiles. Love's found in silent gratitude's eyes. Love's giving more than yesterday.医生都系讲啊，嗰日嚟帮我睇，我拆咗你嘅铁，你就要脚踏实地做人啦。系讲，啊，跟住佢又讲，你好咗嗬，你唔使点样报答我嘅。系讲，你最紧要你好好做人，脚踏实地就好咗。医生，呢、这个医生真系好。我觉得他家人很重要，他家人帮助他很多很多。
如果真的是他可以走路的话，他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了，他就可以去帮更多其他的人了。Your soothing blessings heal all pain and suffering. 2017年3月17日，第三届国际仁义论坛在吉隆坡净慈堂内举办。洪祖文来到现场，感恩蔡医师。由于祖文从未站立和行走过，他还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复健过程。慈济仁义会为他找到了免费的复健中心。比较痛啊，硬熬不过来。现在比较容易熬。现在比较好了哦。那你每天回去还是要做运动喽。用肚子的出来，肚子出来。自从你动完手术之后，你还有在地震发吗？没有了。你现在开始先训练一个脚站起来。这一群慈济人从10年前走入祖文的家，一直到现在，关怀不曾断过。空间小小，大爱长长。每一场梦总有醒来的时分，真心期盼也有失望的可能。每条长路慈济仁义会的医师登门为祖文做复健指导，无论志工还是祖文的阿嬷，脸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曙光亮起，走出迷离，只要和你一起穿过荆棘，步伐优雅美丽。演的小女孩，祖文的堂妹，如今也已长大。我走，幸福的永远有你和我。时光的脚步并没有停顿下来，只是因为爱的陪伴，从未离开。浴佛节到了，志工带祖文、堂妹和阿嬷来净慈堂浴佛。阿嬷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但是祖文可以站起来了。Yeah.
的睡梦中，看见世上最美的笑容。当我们生病时，最担心难过的是他为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受伤的我，在慢慢成长。还是公司要聘用呢？他能不能够生活呢？如果有一天可以站起来的话，我就第一个要来环保，走进来环保站。我很开心哦，还没有到之前又很紧张，今天啊，又昨天开始。又很紧张，又很兴奋这样的。我只是跟我自己讲 ，balance 自己的身体，跟我的脚讲啊 ，balance 自己的身体，一直讲。足以让一个人去疗愈另一个人。洪祖文时常跟着志工去一些身体同样遇到障碍的病友家里去开导鼓励他们。我想一辈子没有可能站起来了，可是直到遇到董德超之后，原来还有机会了。之前我是连一步都还没有走过的，这个是天给我们的使命啊，也是功课了。We love the language of our souls. Love's held in hearts, not hands alone. 这是一篇长达十年的日记，我的爬行日记，终于写到了终结篇。